波折刚刚聊怎么样？全军出击！他们的门总是不够宽。我先给他擦个眼儿。我们动身吧，一群人等着我鼓舞呢。算了，不去了啊，被发现了就拉倒了吧。中间的妖精哪去了？掉线了，漂亮啊，妖精！你知道我天赋带错了，故意掉线儿，这不妖精儿？这不三分钟了吗？学个 W， 我攻速是真的快，我跟你们说。你怎么不走了？人家都回来了，还得打个兵是吧？行啊，先扣一下。其实这嘎里奥打着妖精就推线他都不好使。砸起飞！哎呀呀呀！抠一下，嘲讽住，重锤！旋风！点我！是不点我？你不会真的以为你能打得死我吧，兄弟？你个二级的破妖精，你要点烟点死我！哦，剑圣，快闪！赶紧跑！这剑圣指定有闪现，我们赶紧撩啊！如果等他砍到我们再闪现，已经来不及了。抠一下，回家了。来一本小黄书，现在不能叫小黄书了，这得小红书。配一个杀人戒啊！我爱德玛西亚，这是我唯一到过的地方。哎呀，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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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有不同的景色了。旋风，起飞，嘲讽砸，旋风。没想到吧？征服者满了，吃波塔皮吧。你给我起飞，嘲讽住，旋风，旋风，起飞，
哪个是真的？旋风剑圣怎么又来了呢？剑圣砸顶，这可怎么办？没蓝了，没事，咱妖精交闪现，让妖精杀我们，别给剑圣啊！唉，既然蓝不够用的话，这腰带要不要呢？不要腰带了，我们换一首《蓝林汉的苦楚》。上单蛤子，睡觉起床大翻天，没办法，我这把天赋带错了，蓝肯定不够用。不过我们的这个攻速特别快，我就找找这剑圣去啊。这波可能剑圣搁这里，我们看看能不能把这剑圣给秒了。红打完了，打完了，说明他一会儿要去打蓝。旋风起飞，砸。旋风左边插个眼，旋风起飞，嘲讽住，旋风接砸，快救一下，救一下！砸回家了，剑圣 Q 能跟过去吗？跟不过去，那还无敌了呢，那还。我们这个皮海来讲的话，这一把水银海吧，咱还是先来个恶魔法典啊，得水银海。有拉克斯，并且啊，我们家不是那么很顺。起飞砸西呀，西大发了，旋风。起飞，旋风砸，赶紧大呀，直接大，起飞嘲讽住，旋风螳螂在打这个峡谷先锋啊，我们要不要过去看一眼？走，去看一眼去啊！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了？妈耶！这杀戮塔不没了吗？不能没啊！不能让他们把这塔白拆了啊！不能白拆。你干啥呢？剑圣，
你给我起飞，我他妈带的凯旋你不知道吗？你还给我在这回旋踢。水银海，先来个折磨。14-11，看看哪个地方比较不顺啊？下路不太行，上路也不太行，都不太行。这个剑圣也得处理，剑圣不处理也不行。死了，砸，再平 A， nice， 小龙可以要，螳螂这一把虽然说，耶。耽误我事儿。哎呦，等于家里要50年。咱们先把这剑圣杀了啊，在这等一下这剑圣。哎，这啥呀？这蓝脸汉！哎呀，蓝脸汉呢？太菜了，蓝脸汉。有瑕疵，兄弟们，有瑕疵。好玩的在哪里？哎哎，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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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等我缓一缓等我缓一缓。出问题了出问题了！起飞！嘲讽住吹风，英雄退场，起飞，砸，干哈呢？你给我死！哎，哪来的哈子？踢石头人，踢石头人，妖精能不能吹死？王指导，王指导，王指导，这哈子打不过俺俩。往这走，往这走，往这走！你给我起飞！打不过，吹。我再施个冰屑，走回家，看看下一件装备，咱来个啥呢？咱来个销户专用装备吧，销户。哦，来个这个，来个屁呀！我美甲窃魂卷呢。
他不敢上，没事，我就在你旁边呢，不用害怕，小老弟。顶住，顶住，顶住！起飞，降落，闪现旋风，致命点炎，贴膜呀，嗯，贴膜呀。这是哪来的人？这是，哎，还行，有助攻就行啊，可以接受。哎呦，拉克斯，砸，插眼儿，螳螂，螳螂，螳螂，我们追。这拉克斯不把他追死啊？你是这拉克斯，你们往哪走？他刚才走到这儿了都，那应该走掉了。嗯，应该走掉了。别的不怕，现在比较怕的卡莎，要是卡莎起来了，确实不好办。旋风起飞砸嘲讽住旋风救一下救一下救一下起飞快把他掏死掏他一下漂亮完了全死我的美甲窃魂卷呢我靠哎呀，还是得来个沙漏啊！先来个猫子，猫子出完，咱再来一个沙漏。终结给谁了？给剑圣了吧？给剑圣了。我有大，能打。你别怕，你直接上去粘他都可以。一旦有了灵魂，就很难被解脱什么象征。这波石头有点大啊，可以打。干哈呢？这蛤蟆，先把蛤蟆杀了。吹，哎呦啊，走呗，他没有大，还好。起飞，降落，快跑！这卡莎真是不要命啊！我操了，你跑过来，你换我伽利奥干什么玩意儿呢？看来真是不能往里冲了。我发现这卡莎呀，留别人杀吧，我不去。我一上去他就杀我，我一上去他杀我，像他妈有精神病似的。那非我干什么呢？把这卖了，我先来个猫子。一会儿让那石头人拉尔先进去，我们后跟。我不上了，省着那卡莎老大我。120秒大招，等一等吧，这大招蓄力时间有点长。弹带应该不太可能有人能带得过我们，两个人除外。
踩。过来踩呀，这里是没有眼儿的啊。哇，漂亮啊，螳螂。螳螂的区区可以啊，螳螂。吹风。吓我一跳，我以为对面石头人呢。起飞。嘲讽住旋风。这哎干嘛老打我呀，欠谁钱了。或许我是金石之躯。瞎子的脚没顶过我的头。我直接一个正义冲拳他没给我踢回去。我可来个秒表，我受不了了，真的，这都不要命啊，这都，他不知道老打我干嘛？我看见回上路收兵。虽然我不太明白，但那些都是事实。瞎子放 R 了。正义冲拳。重砸。跟你带点线吧的。旋风套点盐，死没死。闪现砸。本来我不想交这个闪，但是我看见了我的美甲窃魂卷，我就没忍住。剑圣什么意思？剑圣旋风。旋风。我把这卡莎给我干了来。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他非得要逮我。你老抓我啊，我天哪兄弟，你玩个 ADC 老跑过来抓个中单。勇气何在？何来勇气？给我起飞。这没办法了。扫一下，叮！英雄退场，又一个点盐。哎呦我操！我吃了两个点盐。谁的龙啊？我们家的龙啊！龙魂都不要。我不要了。哎，我美甲窃魂卷我不要了，我卖了。我看我能出点啥啊。我给他们来个折磨。伟大，这是对我的要求吗？咱只要没有这杀人书，对面就不能干我。啊，看看
大龙能不能打？我马上16级，等一下啊，我升个级。可以打大龙，来呀，来来来来来来，可以大龙，可以大龙，石头人大进去。石头人大进去我们就接大啊，把剑圣杀了就可以了。如果剑圣没死他就收割，如果剑圣死了，对面就没有办法再收割了，知道吧？哎，起飞，旋风，嘲讽住，来砸，起飞，旋风，过来，来，你给我过来，你给我过来！这老蛤子，踩上。你要干哈？你老踹我干什么玩意儿了呢？走吧。那个老蛤子今天不把你杀了，你看着呢。就踹我。不用走了，不用走了，不用走了，对面剩俩了，剩个剑圣。俺们家几个人啊？四个人。其实不用搂，那剑圣收割不了。个子大，要求高，我真不愿意做过好戏。看看有没有红啊，曹爷。没有红，回家。出一个恶魔之拥，这一定是魔法。呀，杀俺们家 ADC， 砸，起飞，平 A， 嘲讽，人呢？这得救一下 ADC。 妖精和蛤子死了，可以啊。我们右一点，来个双折磨。那就杀拉克斯，对不对？那都无所谓的吗？叮，起飞，重砸，嘲讽，差一点，差一丢丢。我没有美甲窃魂卷，哎，我没有，我不需要。我来个法穿，你杀我也没用。谢谢红明金金的飞机，谢谢红明金金。可以把剑圣杀了，再打大龙，我马上能英雄登场。兄弟们，就是范围不够啊，得等我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才能砸。俺们家这螳螂这把拿龙拿的挺多，一共拿了四条，都是他拿的，非常不错。我跟你们说啊，像玩打野，别的不重要，龙拿的多才有翻盘的资本，你知道吧？即使你们家劣势，只要你龙拿的够多，那么你最次也能把比赛拖到40分钟。
我都服了，大哥。远古龙能愿意抢了，他才13级哎。你在干什么？旋风。旋风上高地，剑圣上不上？剑圣虽然对面龙魂抢掉了啊，但是没什么用。